5月29到31号，世界女排联赛将会展开第三周的争夺。中国女排将会在香港站对阵阿根廷、日本以及意大利。那昨天，中国女排在香港体育馆进行了热身训练，队长朱婷回归，全队精神饱满。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比赛将于5月29号到31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。昨天，中国女排继续赛前热身训练，队长朱婷归来给女排提升了不少士气。据悉，朱婷于25号上午抵达香港，并在26号随队开始赛前训练。朱婷在训练中状态极佳，不时变换位置，带领队员进行攻防练习。主教练郎平全程进行战术指导，尤其注重对年轻队员的训练。郎平此前在澳门站的赛后点评中曾表示，会给年轻队员学习的机会，以赛代练。中国女排在香港站的三站赛事均安排在晚上8点30分进行。明天起，他们将先后迎战阿根廷、日本和意大利队。